哇！嗨嗨！有发现张红今天好亮吗？整个脸儿，可能我也穿白衣的关系啦。你知道，当在新闻见的时候穿白衣，然后那个灯光打下来，整个人其实都会反光的。所以不能够穿暗色的衣服。<laughs> 我知道了，谢谢你。没有啦，穿白衣的话，如果你的衣服反光，然后会蹭到你的脸，可能更黑。所以我也是偏向都是穿深色衣服好，没关系。 晚上好，晚上哎，端午节安康，端午安康，吃粽子了吗？我吃了，坚吃了两颗，还两颗，一颗是、嗯、就是传统的粽子，哦，另外一颗是粽肉粽、果冻粽这样子的，哦、就是某品牌有推，哦、然后刚刚同事有分享。 啊，那你们呢？都吃了什么粽子？应该是这一一整天都有在聊的课题。喜欢吃什么粽啊？嗯、从早聊到晚。对，吃了什么粽啊？喜欢什么口味的？对，有没有很特别的粽子的一些吃法可以分享的？像是我们家，因为我我妈妈知道我不喜欢吃很多不同的馅料，现在里面只会放肉跟香菇而已，就是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栗子，栗子，对对，对对我觉得栗子很好吃。<laughs> 然后我最喜欢。 呃，吃那种粽子里面有放虾米的啊，有一种味道，辣辣的味道對對對對對，好像娘惹粽普遍都会有。<laughs> 虾米对吧？对对对，羊肉粽特别好吃。真的，Nicholas 说粽子很肥。你知道每次每次到了端午节，就有说你吃一个粽子，你要跑多少个小时 <laughs> 那个消耗的那个热量啊？不然那个中秋节的时候也是，你吃月饼你要跑多久就呃一样的吗？每一次佳节都是要吃的吗？啊、新年也是一样的情况出现，真的。<laughs> 然后呃，可能中秋节又是月饼的问题，月饼也是很高热量的。每一个佳节好像这种食物都是高热量，对，可能就啊不要吃长脚。 对，<laughs> <laughs> 当然不要太 over 啦，自己吃得下就吃，你吃太多，等下你受不了，你肠胃炎是不行。<laughs> 对啊，要照顾好自己的消化系统，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可能要注意看自己的健康情况。<laughs> 两位主播吃了粽子吗？吃吗他吃了，嗯，刚刚收听收到了，但还没吃。<laughs> 对，我会回家吃。来，我们,我们要回来了。 九八八新闻线，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安康。你好，我是舒婷。你好，我是张红。今天在新闻线的 live 就有人问说，哎，我们吃了粽子吗？啊，张红吃了两颗哈。嗯、今天我今天吃了一颗是果冻粽，就比较新型的，可能热量没那么高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传统的粽子。<laughs> 因为很多人说粽子吃多了会变肿，<对>你知道吗？对、就是，就要担心这个问题。他的消化可能不太好。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听早班的那个健康。 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嗯、然后就有提到说吃粽子的一些小妙招，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热量太高，啊、或者是消化没有那么不好的朋友可能要呃消化不好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吃粽子的时候呢，不要一天就吃、嗯、很多颗，嗯、对，嗯、一天一颗就好了。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正餐吃，因为很多人说吃了正正餐再吃粽子、嗯、哇，啊、那受不了吧？<laughs> 真的，所以吃粽子的时候也要适可而止哦。新闻主线。 AI 诈骗横行，警方说每天平均是有九十二个人上当，半年损失了超过九亿令吉。部门主管如果知道属下是涉嫌贪污，但是没举报的话，安华说他就会失晋升的机会。柴油价格暴涨，业者都担心仓促落实会加剧成本，掀起连锁反应。 知道针对是柴油补贴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安华说要救国，所以一定要落实。 政府是在昨天的时候宣布，柴油价格今天开始自由浮动。不知道你们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了哈。那第二财政部长阿米尔汗扎昨天宣布，今天开始，大马半岛的柴油零售价会根据国际油价自由浮动，从目前每公升两令吉十五仙会提高到三令吉三十五仙。这消息一出，马上引起讨论。首先安华今天直接说，针对是柴油补贴机制，虽然是一项不受欢迎的措施，但是为了 为了拯救国家，还是要落实的。安华也说，其实之前所有的首相都有同意要这么做，就是落实这个针对式补贴，但是却没有这个政治意愿去真正的落实，毕竟是有政治风险的。但是为了救国家，安华说他自己也没有其他选择，一定要落实这个政策了。那另一方面呢？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也承认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要挨骂了。他、嗯、说，政府已经预料到落实针对式柴油补贴计划，让柴油价格自由浮动，是一项很。 不受大家欢迎的政策，但是政府会勇敢面对民众的骂声，坚持一定要落实，来避免柴油补贴被滥用，造成有数十亿令吉损失的这个情况。那由于事发很突然嘛、啊，就突然间就说自由浮动了，嗯、<哼>很多的业者都反映自己根本就还没有来得及要申请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二点零。对此，交通部长陆兆福就提醒所有的业者，如果你是符合申请条件，但是还没有拿到柴油卡。 Fleet Card 的话，那你现在如果有去添油的话，就要保存好添油的那个收据，嗯、因为财政部近期就会公布可以索回现金退款 Cash Refund 的这个申请方式了。因为。 一一公布，第二天就落实了。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拿到这个 Fleet Card，或者是拿到了之后还没有去认证之类的。那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也出来为这个针对是柴油补贴计划站台了。法米是说，政府落实这个措施其实是为了要减少披露，而当局就可以善用这些所省下来的钱去增加人民的收入。他也有说，陆路交通局已经说过了，柴油走私还有披露已经造成了我国每天损失一。 一百二十五万令吉，而如果这笔钱是可以省下来的话，政府就可以好好的善用这笔钱来落实援助人民的倡议一些政策。他又举例哦，这个走私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他说，政府在昨天宣布了柴油价格自由浮动之后，有关当局就接到了通报说，说有一辆的罗里昨天午夜时分要马上的加满和走私四千八百公升的柴油。也就是说，到了最后一刻，还是有人。 去尝试偷柴油的，是的，那这个行为是非常的不可取啦。那当然，落实这个柴油价自由浮动呢，有人支持，是也有人反对的。乌清团长阿克玛认为，政府不应该那么的突然就全面取消柴油补贴，因为冲击对所有人的来说实在是太大了。阿克玛说，这项措施让柴油的零售价从每公升原本是二令几十五千嘛，突然就急剧上涨到三令几三十五千，也就是说，每公升是增加一令几二十千的。那 这么大幅度的和急剧上涨，肯定是会影响民众，还有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现况。那批评完之后呢？阿克玛是有提出建议的，他建议政府其实应该要分阶段落实财务补贴，最好是小幅度先取消补贴。他比方说，每公升先取消一个二十千，或是百分之十的一个比例，直到经济状况恢复稳定之后，再慢慢去取消那个取消的幅度。OK，那另一方面呢？马华其实也认为这项调整对于民众来说。 是吓了一大跳了。马华副总会长黄日升是说，这项措施让柴油价格突然飙涨百分之五十五。他希望政府其实可以先暂缓让柴油价格自由浮动的这个措施，让人民有充足的时间去注册布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或者是业者本身有资格的话，也可以有时间去申请 SKDS 二点零的卡。那黄日升也有说，布迪马达尼因为每个月他会给两百令吉的补贴，可是他说对。 比现在的柴油涨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人民申请的时候还可能需要面对到各种苛刻的条件。他希望政府真的可以重新的去检讨布里马丹尼的计划的一些缺点了。那与此同时，马华总会长魏家祥也是有调侃政府不止一次优转措施，搞到自己头很晕呐、啊。魏家祥今天就有上传视频说，政府二零二二年的时候本来有说过会下调燃料的价格，结果最终还是宣布了让西马的。 柴油零售价自由浮动，就代表说柴油和汽油的零售价最终还是上涨了。他也有直接就列出了很多向政府优转政策的例子，像是在去年的二月的时候，安华才说嘛，政府是没有要推介新的税收，结果没有到一年的时间，政府就实施各项的税，比如说购买海外低价商品 LVG 要开始征收百分之十的这个销售税，他就直言这些是什么来的？他的头很晕很晕啊！<laughs> 看到这些措施，因为一直优转优转，<对>其实蛮。 担心这个政策在呼出之后呢，到底会不会又优转说诶取消？因为毕竟反弹的声浪还是很大的嘛。嗯、那话说回来好了，在野党方面又是怎么看待柴油价格自由浮动的这个机制呢？野党总秘书达基尤丁表示是欢迎的。 但是他提醒团结政府，这或许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所以他希望呃一党可以呃呃可以这些制造商啊、运输业还有农民等等这些目标群体是可以获得补贴，然后呢用一些比较方便的注册的程序让他们获得援助了。那另一方面，民政党全国书立主席胡栋强是直接炮轰政府，说安华亏欠人民一句道歉。胡栋强说，不管政府用任何的理由来解释这次柴油价高涨了百。 百分之五十五，但人民始终都是没有忘记安华上台执政之前，曾经有多次都有说过，上台执政的第二天或是二十四小时内就会降油价的这个承诺。所以他认为安华是应该要道歉的，承认当时候高喊的承诺只是一个大选竞选的策略而已。好了，我们听完了这个政治领袖方面的观点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到底业者他们实际面对的情况是怎样。彭亨中华总商会的会长蔡。 赵生是说，随着柴油价格自由浮动，那些没有纳入柴油补贴计划下的业者，可能就要被迫承担至少百分之五十八的这些额外开销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承担过重的成本压力的话，彭亨州或许会有至少百分之九十的运输业是会停驶的，因为成本太高了。那与此同时，霹雳州的中华总商会总会长廖志明也感到很失望啊，他担心这个政策会引引发另一波的通。 通胀而导致物价上涨，最终苦的还是人民呢、啊。那看到业者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反馈嘛？其实很多业者本身也都觉得这项措施实在是太仓促了，希望当局可以给业者更多有关补贴机制的详细一个咨询。像是北马罗里车商业工会主席王福新告诉光明日报，运输业来不及准备啊，所以他们工会是还有小部分的会员还没有申请这个 SKDS 二点零的。那也有菜农说，两百令吉的 立马的安利津贴根本就不够抵消运输成本，所以就有菜农预测，这就会带来连锁反应。可能说，因为柴油价格起了嘛，嗯、那他们自然也会调高卖菜的价格，就会影响蔬菜的价格了。那其他的物品价格可能也是会有新一轮的调整。听起来是怕怕的，<对>但是当局已经有说了，如果是胡乱调整价格的话呢，是会受到对付的哈。嗯嗯那这项措施呢，其实影响的层面非常大的。今天看到已经有业者罢工不做了，啊、就是几打。 双溪大年呢，今天有将近一百多名的这个挖泥机业者聚集在一起。 去罢工抗议柴油价格上涨的情况，因为挖泥机他们是没有涉及补贴的，就要求承包商去调整他们的出租泥机的费用。那有业者是说，目前吉打市场的挖泥机的租赁费用大概是一天四百五十令吉，而这个月租就花了一万四百令吉。他要求统一每天可以到六百令吉，月租是一万二千五百令吉，每天的服务是以八小时来计算。晚上要工作的话呢，另外再要求加。 班费强调说，如果承包商不同意新的收费的话，相信剩下的一百多名的业者明天也会列入这个罢工的行列了。是，那现在看到这个柴油价格是已经自由浮动了嘛？那我们民众自然就很关注这个汽油 run 九五什么时候会自由浮动呢？嗯、那联昌银行财政市场研究所就预计，政府可能会选择在今年第四季的时候重新校准 run 九五的补贴。但是呢，大华银行全球经济和市场研究部。 则是说，目前还不确定合理化 run 九五的补贴会不会在年底之前完成，因为他有提到嘛，在二零二四年财政预算案中，其实是没有提到 run 九五相关的问题的。所以那不管怎么样，一切的一切还是要等到有当有关当局那边去再做一个宣布了。是，其实大家都有说柴油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嘛，嘛但是你要知道哦，因为政府落实的这个针对是补贴措施是渐进式的，柴油之后，接下来就是到我们可能会用到的 run 九。 五跟 r n 七的这个汽油价格了，嗯、不管怎样，我们就来看看政府接下来到底有怎样的一些措施去缓解人民的生活压力吧。现在 vote，好啦，今天的现在我就要来问你跟柴油相关的问题。柴油今天开始价格就已经开始自由浮动了嘛？<是>那零售价就有暴涨的这个情况，你觉得？ 给你两个选项，点选哈哈就表示一次过涨了好过分几次来涨，点选爆、wow、就表示分阶段涨好过一次过暴涨。两个选项去到九八八的脸书点选投票吧。那回来之后呢，就要跟你聊一系列有关经济的课题，还有就是跟诈骗相关的课题了。嗯、到底什么事情竟然又要再关注回诈骗呢？回来再跟你说详情吧。 你要拿你 iPad 是不是？<laughs> <laughs> okay, 来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刚,刚看了那个，现在我的反应非常的热烈。<laughs> <laughs> 是吗？赶快去到我们现在问那边留言，告诉我你们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怎样的一些想法。大家都。 毕竟真的是很突然，因为昨天周末我报新闻嘛，然后我就就看到那个有新闻说财政部下午五点要有一个记者会，然后就想说好，那我就等那个记者会听他怎么说。结果突然消息就出来说自由浮动，就啊，看来因为在那之前大家都有预测嘛，可能这场记者会就会宣布有关自由浮动的详情。我就哇，还真的是。 可能会宣宣布说有一个日期出来，大家可能有一点的时间去准备说。说啊，那些没有申请到摩的马达令的，可能这段时间可以去申请。然后那个 f l e e Card 的呃注册还没有做好的话，可能这段时间也可以去处理。抓,抓紧机会。结果没有想到，哦，今天，接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做挖泥机的那个生意的，然后呢，他的柴油的消费一个月至少要六千块，啊、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然后现在涨价涨整整百分之五十。 五嘛，所以这个负担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可能有点吃不消嘛。而且很多的补贴它没有涉及到所有拥有柴油的这个<对>、呃、交通工具，对，像是旅游的那个可能也没有、嗯。然后刚刚菜农其实有说，可能他运菜运输运那个菜嘛，可能先从霹雳去到北马，一天就要花一百五十块左右，然后再调整之后可能就要加到两百多块，然后那个每个月补贴是只有两百零几而已，嗯、所以。 可能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是吃不消的。好，不知道你又怎么看？你觉得政府要一点一点的上涨，还是一次过就这样？还是担心会影响到物价了？<laughs> 对，之前拉菲斯就有说过，他上个星期就有说不会提早嘛，嗯、因为怕说如果我今天跟你说下个礼拜开始我就要调整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囤柴油啊，嗯、或者是有走私的这个活动，那相信当局也是有他的一个考量。啊、你顾到这个又顾不到那个，对，其实也是蛮难的。 哎，不管怎样，现在这个措施已经是正式落实下来了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调整？留守新闻线，我们会再带给你了。对，会不会右转呢？啊，不知道了，嗯、这个我随不知道，<laughs> 一切就等当局去做宣布吧。那我们要回来了，嗯<对>，多三秒。九八八新闻线。 晚上的七点四十四分，你好，我是舒婷。你好，我是张红。那我国要解决经济的问题，我觉得一大方法，当然就是要杜绝贪污腐败。首先，安华今天在首相署长月集会上是有说，如果有部门的主管，他发现属下的公务员有不当行为，比如说有贪污腐败的行为，但是没有举报的话，那么这个主主管呢，将不会获得晋升的机会，就是没有办法升职，没有办法加薪，因为。 主管或者是主任不可能不知道各自的部门单位存有弊端的。嗯、那安华就说呢，要防止公共领域有不当的行为，其实不只是反贪污委员会的责任，也是部门主管还有主任的责任呐、啊。那不管是贪污还是诈骗，其实都是涉及犯法的。但是诈骗分子现在在国内是横行霸道，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担忧。嗯、全国商业罪案调查总监南丽尤索夫指出，警方从今年初到现在呢，一共是已经接获了一万四。 四千零五十一宗网络罪案的投报，平均每一天就是有九十二宗案件，损失的总额是高达九亿五千九百多万令吉的。那例有说，和去年同期的一万三千多宗案件比较，今年到现在整体的案件其实是上升了百分之三，损失的金额更是从去年的七亿多令吉。 暴增了整整百分之三十二的，非常的夸张。他就有说啊，现在日新月异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科技，已经成为了犯罪集团的武器之一。他们就会利用 AI 生成很多很难你很难去分辨真假的视频，受害者只要如果没有察觉到的话，就会上当受骗了。所以南丽就有呼吁所有的人，对于网络上的讯息一定要非常的警惕，非常小心，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来历不明的资讯。真的，即便是这个诈骗的骗局。 我们从去年讲到现在，但是这个诈骗案还是层出不穷，还是非常的多。嗯嗯嗯那最近呢，大马与求混双名将来佩军也是误坠这个 d o b e v o l 的骗局，然后损失超过四十万令吉嘛。针对这起案件，南律是说，警方目前已经掌握到了六个和这个案件有关的银行户头，他们也正在追查这个户头持有者的身份，还有这些户头的转账记录等等的详情。警方正在援引刑事法典四二零，也就是诈骗条文来开。 当档调查，不排除这个诈骗集团是可能在国外那边进行运作的。哇，要追查的话，或者是要逮捕的话，这工作可能是相当的难了。初步相信，多比沃的应用程式主要是骗受害者通过这个 App 来进行购买交易，来获得佣金还有利润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大家一定是要小心网购啊，或是投资交易的骗局。尤其是现在还有一种骗局是冒充政府单位的投资骗局。全国商业罪案调查总监南丽就有说。 警方和国家金融罪案中心等等的单位已经展开了一项联合执法行动，是成功破获了一个投资诈骗集团。执法人员是在沙巴、雪兰莪和霹雳横跨三个州属，打破了一个利用首相署的名义，在沙巴推出了中小型企业投资计划的诈骗集团，并且是逮捕了十八名男女来驻查这起案件。他就有说，警方一共是截获十五宗关于这个诈骗的投报，然后已经展开调查，都涉。 的损失总额也是有高达两百九十七万九千多例。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呢，现在是面对到财政压力嘛，觉得诶有投资的机会，有赚的机会呢，可能就会很不小心的去坠入他们骗局。<对>再加上他们会利用政府单位的名义，所以不管怎样，记得要再三的查证有没有这些投资计划。那诈骗集团呢，确实是无所不在呀、啊，可以说是哪里有人，可能就有他们诈骗的机会了。嗯嗯那他们现在呢，其中一个招数就是他们会化身成为网友。 跟你聊天，然后会跟你约见面，其实就是为了勒索钱财。那有一名华裔女子，她透露自己的经历，她说呢，自己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网友之后，双方就有约要见面。没有想到见面的那天，她接到了男方的经理的来电，然后对方就说啊，上个月啊，有一名员工和网友见面之后，就遭到警方逮捕了。那为了确保他的下属安危，就需要核实女子的身份，嗯、确保她不是警察。 或者是骗子，那这个女子就说啊，为了自己呃证明自己不是骗子，她就拍下了大马卡，就是这个 I C 卡发送给对方，然后呢，对方就要求她给四千令吉的保证金来证明她不是警察或者是骗子，oh. 还扬言说如果你不给钱的话，就会派黑帮分子上门讨钱了。那这个帖子呢，也马上引起网民的讨论了，还有网民留言说他自己本身呢也曾经经历过相同的骗局，促请民众一定要非常小心啊。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新闻就觉得，哎。 这个过程很荒谬，为什么会掉入骗局？可是实际上，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一紧张起来，你可能也会不小心掉入骗局，所以一定是要小心了。那接下来就是要跟你分享喜讯了。交通部长陆兆福已经完成了四天访问中国的行程，今天已经回到了吉隆坡，可以说是硕果满满。嗯嗯陆兆福趁着马中建交五十周年，早前就率领了代表团去了香港、湖南长沙、湖南郑州，他就有在文告中分享了两国在各个交通领域的未来合作。 在航空方面呢，从吉隆坡飞往长沙和飞往郑州的直飞航班，下个月开始就会增加航班次数，来促进我们两国的旅游业还有经贸往来。同时呢，大马机场和河南省国有企业中裕航空集团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一同开拓吉隆坡国际机场和新郑国际机场两国的双元双枢纽合作模式，让航空物流成为带动两国经贸的引擎。那在铁路。 这一方面呢，陆兆福是拜访了中东株洲电力机车、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公司的总部，还有生产基地。那这间公司呢，在我国已经投资生产基地将近十年了。那未来呢，双方是也会紧密的合作，让霹雳的华都雅野铁路基地打造成东盟区域电力机车的生产、维保、技术专才培训中心。那这一次陆兆福访华的收获是非常的丰富哦，嗯嗯可以说是全面加强了我们两国未来。 来在交通这个领域的合作，毕竟马中现在建交五十周年嘛，所以呢很多领域都有合作。除了刚刚提到的交通领域之外呢，看到文化方面也有展开合作的。中国艺人范冰冰的武媚娘壁画出现在了马六甲的历史城。嗯嗯、那在马六甲市政厅人员会策打造了壁画之后呢，会再交给中国天津的画家人大臣去修饰完成的。现在这个壁画人物范冰冰的五官妆容啊，她的服装发饰。 等等，已经完整修缮喽。而这个壁画的背景也增添了很多牡丹，还有花瓣来做装饰，营造出壁画的整体氛围感啊。而壁画的右侧呢，也写上了中文字，就是《武媚娘传奇》，还有范冰冰，让海内外的华人都更容易了解画中的人物还有角色的这个由来。范冰冰呢，是二零二四马六甲旅游年的亲善大使，也就为什么她的肖像会出现在这个壁画上了。嗯、这个星期五，她就会到。 马六甲为旅游年做宣传了，那虽然他的人还没有到，但是为他打造的这个肖像壁画已经风靡全国了。其实这一个星期来呢，都有他的话题了，就关于这个壁画的讨论话题也不断的在发酵，就连有足游客呢，也会在范冰冰的壁画那边拍照打卡的。社区牵线。 好啦，今天的社区就带你去到巴沙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嘛，其实做生意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也不要做偷鸡摸狗啊、欺骗顾客的这种事。哎，有一名网民揭露，自己到巴沙买鱼的时候呢，就遇见了一种不诚实的鱼贩，偷偷把一些鱼肉连同内脏丢在旁边，过后再捡起来卖给其他的顾客。嗯、但是这个网民是没有注明这个发生的地方是在哪里的。网络媒体 MStar 就有报道，网民在脸书建议消费者，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巴沙，你买任。 任何的东西都要亲眼看着小贩打包好，包好好给你。特别是如果你要求小贩帮忙处理内脏的人，那如果你担心自己买的鱼肉少了的话，可以在鱼贩汤好鱼之后再要求称一次重量，看一下有没有不小心偷鸡摸狗还是调换的部分。那也有网民留言，如果你买鸡也是一样的，最好是要看着小贩切鸡肉，因为有时候切一小块一小块，他们可能就会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小> <laughs> 把嗯把一些肉给拿走了，所以还是要小心为。 上了，现在 vote。来，柴油，今天开始驾。价 格式自由浮动的零售价是暴涨，你觉得呢？文件的反应非常的热烈哦，高达百分之七十二的听众是觉得一次过涨好过分几次来涨，<laughs> 那剩下百分之二十八的人是认为分阶段涨好过现在一次过暴涨的这个情况。对，好像 NMC e 他在留言说，留言处是说呢，涨一次就好了，因为他担心连锁反应呢会更加严重。然后 Michael Tracock Home 他是有说一次过涨是最好的，然后让有资格的人或者公司拿。 津贴至少不会让走私分子有机会囤积柴油的。那看到 Social b 说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评论哦，啊、他说一次过涨只是被骂一次，<laughs> 那分阶段涨就分阶段的被骂。哎，好像有一点道理哈、啊。嗯、不管怎样，政府呢进、嗯、行这个政策一定有它的道理的，<對>包括可以减少这个走私的情况啊，还有这个补贴呢可以真正的发送到给有需要的人。好了，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新闻线呢，我是舒婷，我是张红，也祝你端午节安康。安康 骑单车去。